我的女朋友，你为什么要来管？哦，不是不是，她是因为女朋友的关系。哎呦，两个人互打了，互打了。每天六点准时发片，各位观众，欢迎回来我们的晨光游戏。今天要玩的是新的故事，叫做《死亡旅店》，由一个观众提供的，忘记他名字了。如果你是的话，在下方留言。好 ，OK， 来吧，我们来点击看看，来吧。然后有番外之后再买，好吧？开始冒险，是否使用属性加成冒险？所有属性得分点加满哦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 Tiffany 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陈 Tiffany， 感谢感谢。否，我要自己进行推理。各位观众加油，我们要推理喽。这个怎么念？弃子吗？妾子还是弃子？不太会念。谢谢，谢谢 Chrome。等你抖内完，太，你要吃太师傅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来点手机接听来电。神与卡拉呀，哦哟，是漫画版的感觉耶。Hello。段可心，你怎么才接电话？对了对了，陈宇陈宁咆哮的声音，我服了，语气有点困倦。刚才下哦，所以他是一个医生就对了啦。话不多说，晨曦有一间鬼屋，好不容易订到两张票，各位你们敢去看鬼屋吗？哦，谢哦，谢子续的意思哦，续章的意思。可是我想早点回去休息，不行，已经在医院门口了。OK， 所以呢，他约他要一起去鬼屋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无奈无奈。好啦，走吧。刚开完刀又要去看鬼屋，这样会不会招惹到什么不应该的？好了，来到医院门口。哇哦，原来她是女的哦。各位，这种风格你们喜欢吗？哎、欸，你们知道这种风格很像以前有一个台湾的作者，我是说画风啦，画风 Young Guns 超好看呢。这是你吧，来神灵，我的好朋友，讲义气重情的，看这种装扮就知道。打量我一下，段可心小姐怎么连衣服都不换就出来啦？好歹去晚了。所以我们是当医生哦，叫做段可心，好不好？哦，今天真的很累呢。OK， 翻了个白眼。你是不是在想朱翔那个渣男？朱翔是我的前男友。好，各位记得啊，你的前男友叫朱翔哦，不要哪天忘记了。OK， 半个月前我被发现他脚踏两条船，怪真巧，另一条船竟然是我的闺蜜美玲。哇，很好像很容易，现实中也是这样哈、哦，被人家的闺蜜，然后跟自己的男朋友。OK， 好啦，有什么好留恋的？就怕在家里闷坏了，所以带你去换新的鬼屋，换换心情。走了，各位，我们要去看鬼屋了。订了好久才订到票。好了，来到了。你好，预定两位。哇，这鬼屋也太高级了吧！前台鬼屋前台人员由剧本君龚小浩友情客串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哎，这个应该都是自己画的哦，因为像你如果有去做过晨光游戏啊，他们的后台啊，都是我们刚刚常看到的那些人物。哥来啊！等你讲完。机车发不动。好了，你们好好发，小心一点。好了，请稍后。一番查询之后，已经确定有预约了，好不好？跟我们要去看鬼屋喽。所以两位介意拼场吗？拼场应该就是跟其他人一起嘛，对不对？就今天比较特殊吗？是的，两位可以接受吗？应该会看到其他两个男的哦。好吧，看来也只能这样子了。那请两位稍作休息，等人家到就来了。哎呦，各位，两个熟人，美玲，各位美玲闺蜜，看来就是抢她男朋友的，对不对？俏俏是谁来的？朱翔，哇，朱翔怎么讲到朱翔，让我想到，好，继续看一下，好了，不要乱讲，前男友啊，前男友，所以朱翔跟美玲刚好拼抽到了，有些意外，好巧啊，你们也来这里玩吗？没有说话，尴尬点了头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各位如果能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很尴尬？我想应该会的哦。怎么一看怎么忘了看一眼黄历啦，哎呀他也是蛮酸的，果然是好朋友重义气的，对不对？ OK， 沈琳呢对朱翔便是一肚子的火，鬼巴都会归然，好，整天在面前大妈至少100次，只跟听到他们呢，沈琳就更不加给什么好脸色啦，拍垮兵拍垮兵，嘿嘿，笑一下笑一下，密室杀人的 feel有可能哦，但是不晓得，我们只能看下去才知道。要不明天再来玩吧。嗯，这时候这个小三呢，一定会说，哼，怕谁啊？为什么要明天？我不要，就是要任性，就这样子。如果你不愿意跟我在一起的话，可以自己改。通常这个时候，那个男生应该很后悔跟这个他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这样子嘛，哈、哦，野花哪有家花香，是不是？来，一
下次再来吧。二，坚决不改期。大家都选二，坚持要去看一下鬼屋长什么样，那么坚决就不改期吧。Let's go！ 突然觉得精神又好了，然后看你们两个怎么衰，难得出来玩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订到票，怎么能辜负呢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朋友这么挺你，你怎么可以辜负他呢？是不是？赞赞，好 ，Let's go。OK， 他们可能以为我们不会了，是不是？第一次看的朋友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希望我可以把你留到最后，好不好？期待等一下结束的时候你还在，又在讲干话了。哇哇，什么？哇 A 咖你看屌屌，你 A 给熬。啥咪哇哥啊，看不？谢谢哥。OK， 好来，随你。然后我们去到休息区后方了，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准备了，要去鬼屋了。这地方超级有名 ，Super Famous。Long time, long time ago， 原本是一间 hotel， 但是这间 hotel 发生过凶杀案，后来渐渐没人敢住，就荒废了。OK， 哦 ，get out 哦，这地方呢刚刚翻修建了鬼屋，你们有去过民雄鬼屋吗？很多人都说叫我去民雄鬼屋直播，其实我也不敢哦。沈凌变差的手掌露出十分兴奋的表情，是不是值得期待？哥，你的期待哦。好，等等一下，鬼神子说无稽之谈，当医生的总是相信科学的嘛，怎么会相信这种神话呢？好了，你到底有没有玩完？原来安静中忽然一声男子的吼叫，看来应该是我们的猪想讲话了。猪想讲话了，哦，不是，是张宏志。张宏志这个不知道是谁，柯南来过。可以用英文讲哦，张宏志，中年男子，新歌闹事，唠唠叨叨都睡了一个下午，我说你到底有完没完哟。不会念，陈燕，中年女子，哎，其他画风真的不错呢，哈，怎么装修这么差，还不让人说了？说说说，尽管说，再说一个小，你不嫌累吗？啊，一滴供一滴供，天干一看我身躺啊，好啊，现在嫌我唠叨，当你追我可不是这么说的，各位，这句话应该很多人都听过，你的男朋友、你的女朋友应该都这样子讲过，对不对？怪我当初走了眼，怎么嫁给你呢？女子依然滔滔不绝，不停的数落着男人，是你一定要来这里，我说很久才听到，你现在来这里又不满意，那你又不满意，但怎么样啊？鬼气瞪一眼，瞪一眼，瞪一眼，然后男子动了，女子才低下手去。这有时候就是要跟他讲道理，讲明白，让他知道错在哪里，好不好？继续。好了，笑了一下，笑了一下，看到没有？没有找到一个好对象，以后就在争吵中度过哦。各位有没有这样子？有没有？有的打架一，有没有这样子吵来吵去的？然后最后才觉得无奈委屈哦。让各位久等的人都到齐了。好啦，各位，所以总共六个人一起进去，好不好？我们的好朋友，还有前男友，还有闺蜜，还有这两位夫妇，哦，走吧。一群人来到前台，加一哦，加一。好来 ，OK，Let's go。今天就是要进去我们的主题鬼屋了，各位准备好了没？我们要进去死亡旅店了 ，Come on，Let's go！ 哎，有十一个人哦，我们不是只有六个而已吗？哪来的五个黑影吗？除了我沈凌、朱翔、美玲那对中年夫妻，另外还有两个年轻情侣，哦哟，还有一个单身狗。走吧。哎呦，修杰楷，那修杰。神秘男子看起来颇帅，有点像城市孟坡的感觉哦。哎呀，像大姐姐的这个好帅啊，哦，这个看起来是比较壮硕一点点的，这个叫俊伟嘛，哦，年轻男子 Kiki 的男友。那我要看 Kiki 长得怎么样？哇 ，Kiki 看起来好像会死掉一样，哎，对不对？年轻的女子俊伟的女友，好不好？所以有 Kiki、俊伟，还有另外一个突然忘记了修杰，还有马琛吗？这念琛吗？马琛、马探、马琛不会念。年轻男子李梦姐的男友，他说有两对嘛，吼，多多指教。哎呀，梦姐蛮可爱的，有点像《火影忍者》里面的那个北亚库，那个叫什么？忘记那女生叫什么了。哦，最后变成鸣人的老婆那个。OK， 马琛的女友，大家记得这些关系哦，不然等一下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念，怎么看哦，吼。念琛就不会念，马琛会念，叶琛哦，对呀，琛呐，对了，就是那个琛，就是那个琛。好，走吧，各位前进死亡旅店，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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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到一扇门前了，准备推开这扇门。恶灵古堡来了，噔噔噔噔，第一章哇，其实我刚觉得玩序章就不错了，以后如果有更好玩的，再欢迎大家推荐一下。来到一个隧道了，好不好？石墙的。墙角处有几个钨丝灯散着微弱的光。哇，美玲讲话了，听到这种音乐就觉得怪啊。雏田，对对对对，这鬼屋居然下了这么大的血本，做的这么逼真，造价一定不菲，怪不得这么贵啊，难定啊。OK，
开始有回应了，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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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订阅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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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没订阅的快点订阅，还没订阅的快点订阅，还没订阅的快点订阅。他妈的机车发不动。什么鬼啊？好，来来，谢谢订阅，谢谢，走吧走吧，继续走继续走，好吧。在场的众人也纷纷表示同意。OK， 悄悄的到你耳边，就看不惯他这么装模样，扮清纯无公害的人设，他扯真是行，谁都比不上，好可怕。不会啦，不要怕啦，又没有刀子飞出来哦。好来，明明夹在我和朱翔之间，充当着是好人的角色，天真的以为他是为了我们好，谁能知道一来二来，都给我架起啊！哦，好来，各位来，你觉得他这样子讲，表示赞同或是不要讲话呢？一赞同，二默不作声，一或二了，就一啦，表示赞同，我也觉得是这样子。OK， 嘘，别再讲了，你知道就好了啊。OK， 推了我一下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陈燕不以为意的抿了嘴，四下打量着隧道。这刚刚的那个中年妇女嘛，一般般而已嘛，日本那个富士级才叫好呢。开始在那边跟人家考试，就被张侯志狠狠瞪了一眼。你不知道人家在这边吗？扫人家的兴，哼，臭嘴巴。这样 ，OK。虽然并不乐意，但他还是不再继续说下去了。一群人慢慢的冲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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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继续走。隧道的尽头又进了一扇木门。OK， 就在木门，朱想回头看了众人，便推开了。哦，所以他是当第一个领头儿。各位，这个让我想到我们上次玩的看不到的你，听不到的你。一间陈旧的屋子在众人面前，白色的被褥有些发黄，案台上有一支蜡烛，乍眼一看，百年旅店的感觉。胆小的柠檬姐躲到马撑的身后，紧紧的撸着他，就是拉着他衣角啦。哈，好，众人呢走进了房间内，双手插口袋，无聊的啊，那叫无聊啊，无神论。正巧这一幕被美玲尽收眼底，我可忘了咱们大医生可是不怕这些鬼神的呢。OK， 不让你无聊了吗？你也真是的，作为段可欣最好朋友，怎么可以那么不明白他的独特口味呢？他开始在那边含沙射影，得靠架下呢。哦 ，OK， 不要理他就好。我觉得这种人呢，你不要理他就没什么事了。段医生吹完，连工作服都来不及脱下来，真是只有工作重要，有钱爱情都不算什么呢。看着你妩媚一笑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段医生玩什么变装呢。哎呦，他真的讲话很酸呢。亏以前我们还是闺蜜啊。OK， 因为工作性质时间长，不知和朱想争吵过几次。现在呢，他拿这些来说道，根本就故意刺激你的。好来，一反驳他，二无视他。你觉得他讲的屁话，就不要理他了。如果觉得他说的话是错的，我们就反驳他。一或二，一反驳，二无视。好来，那我们来反驳喽。哦，反驳来。可是美莲没好到哪里去啊！会抢别人男朋友的你会把友情放在眼里吗？哎呦，讲得非常好哦，各位。云一落一旁的朱翔便一阵泛青，这样子，你们应该可以想到泛青的脸哦。而房间内的所有人呢，有一种异样的眼光打量起了美莲。你用你独特的温柔来听着上前想来推搡你啊！突然撞到身旁的 Kiki。哦 ，Kiki 叫一声便倒地了。哦，你该唱嘛，你弄着别人的气啦，你死啊你 ！OK， 柜子脆裂的门呢，被轻而易举的撞倒在地。你干什么？哇，俊伟生气啊！干什么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原本就是抢别人男朋友的贱人，竟然敢在这里耀武扬威！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哦 ，Kiki， 你没事吧？啊 ！What happened？ 这谁啊？房间内所有人都被 Kiki 的叫声愣在原地，一具尸体以一个诡异的姿势站在柜子里。天哪！所以在这里面哦，陈燕率先走到尸体的边上，看着尸体，轻嗤这样，嗤嗤切切切切，这哪有什么呢？哼，吓你！你们看一个胆小成什么样子了？鬼屋里面很多工作人员都负责吓你们，难道这第一次来鬼屋吗？说完，他跟跟血踹了踹了尸体。好了，都知道你敬业，快起来吧！这小怪人都被吓成什么样子了？那具尸体却没有任何的反应，真的是非常敬业了。看来近几年的国内的鬼屋的档次也上升了呢。OK， 他一看，他还是觉得我们那个不好，还在那边讲那些有的没，还在嘴。陈燕再次用脚尖踢了那具尸体，谁料这只尸体直接倒出来了，啪！看清尸体的全貌 ，Oh my god！这是痴汉吧？眼睛瞪得超大，眼角的眼尾还残留着血渍，同时呢，嘴角成为一个扭曲怪异的形状，好像是被什么吓到，又像是大笑一般。啊！医生只有告诉你有些不异常。咦？哦，都在里耶啦！上前查探。OK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Rock and roll。好了，我们去看一下，还有另外一个人，
修杰，看来他们两个会成为一个新的配对哦，对不对？你跟修杰同时蹲了身，两只手指轻搭上师姐颈动脉。哎呦，专业级的，专业级的。诡异的看着修杰一刻，然后随后收回了手。几秒钟，修杰皱了眉 ，dead， it's dead。修杰讲话让所有人紧张起来，众人又纷纷向你看来。他身上再检查了一遍师姐颈动脉。哎呦 ，I can't believe it， sure dead。两个人的话一下子在场所有人都炸开了锅，尤其在场女士们啊，怎么会？不是在看尸体的吗？啊，不，不是在看鬼屋的吗？啊，怎么会？不可能！怎么会？我不敢相信！我马上离开这里，离开这个鬼地方！我跟他们怎么变小娟的声音了？便立刻转身摇晃着走到门口。陈燕的话一下提醒在场所有人，刹那间众人如受惊群的群鸟，争相的要逃离这个房间。惊慌中呢，沈凌也赶紧拉着你跑起来，而修杰不慌不忙的跟在身后。走，跟跨着跪着来走，跟。慌乱的脚步声呢，回荡在空旷的隧道里，同时还夹带几个女生抽泣声、哼碰撞声，砰砰砰。隧道中的漆黑一片，砍在墙角几个钨丝灯此刻都暗了下来。哇哦，开始顶攻，开始暗暗暗暗来。沈凌渐渐的就牵他的手，你甚至可以从他手心感到一丝冷汗。很会配音，跑在最前头的陈燕迅速的拉开了通往大厅前台的门。OK， 一丝光亮照射隧道，你的心中才微微有一些安慰了。来，问马上问前台的人员，所有的人匆忙来到前台处。然而，原本在前台工作人员不见了 ，It's gone。他是不是吃饭了？还是 OK？ 断续的解说的同时，像在安慰自己。这时，人群中已经隐约听来了哭泣的声音。胆小的林梦姐用袖口不停擦拭着眼泪。好了，不要怕，有我在。有我俊伟哥在，你不用担心，好不好 ？OK， 拍了拍，安慰。不料马琛突然睁大双眼，狠狠地瞪着林梦姐。也许是被惊吓关系，马琛竟然满头是汗。哎，你看有表情的哦，表情包。拜拜。甚至汗意已经浸湿了他的领口。不准哭。随后双手抱头，慢慢地蹲在地上了。哎呦，林梦姐被他一下更用力地哭起来，众人一下子坐断了。正当大家手足无措，沈燕迅速走向大门去。我觉得已经应该出不去了，被锁起来了，对不对？离开这里，好像柯南的剧情哦。我要告到他们破产。等等，当他们走到门口，两人愣在原地了。红字发现了什么？大门消失了啊！消失了，大门被移走了，夸张了啊 ！OK， 伴随着歇斯底里的惨叫声，陈燕不会念，怎么回到了人群中？原本的大门处只有一面结实的墙壁，而这面墙壁和其他地方无异处。太厉害了，密室杀人案件，这完全超乎了常理范围，不可能！那是 impossible 哎！手机，报警，快报警 ！OK， 接着就是大门不翼而飞了，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这个地方保持冷静。而就算打开手机，是再次进大了，应该是没有讯号 ，no signal，yeah。红字，你说话，你想想办法呀！狼仓 ，OK， 一言不发。我觉得还好有红字哥在，看起来就是很强哦。所有的人呢，同时间打开了手机，大家迎来的都是没有讯号。你用哪家电信的？我不要乱讲话啊！紧急的呼叫号码没办法播出。人群中再次传来了林梦姐的哭声，不仅是林梦姐拥有这份恐惧，大家都有了。男生中呢，除了马琛之外，有轻微情绪失控，大多是沉默站在原地。粮仓哦。这时候沈宁呢，紧紧抓住我的手，可惜。We will be fine, alright. 各位来一沉默，二安慰他。来，你的好朋友跟你说了，我们会没事的。谢谢 Tiffany 哦，感谢你推荐这么好的故事，这个真的是我们很久没有玩到这种感觉的了，很棒。谢谢 Tiffany。二哈，安慰他。我难得有一部游戏是全中文字幕的了，就是这种游戏都是全中文字幕。好来 ，OK， 大家都说安，不客气，谢谢你，安慰他。马金，你卖还了，有咱弟的，打还拢没戏耶，安尼卖还了。虽然如此说，我语气还是忍不住在颤抖。OK， 踉跄，好，谢谢。面对现在的情况，根本不知道怎么办了、只能逼迫自己假装冷静。你告诉我，门根本不可能自己消失的，对不对？就跟你说不要懒人硬要来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作为一个无神论者，若有人告诉我这样的一件事，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。但现在事实摆在我眼前，不得不相信啊，也没办法回答了。此时你更倾向于一人为造成，二灵异之事。好来，二灵异之事，走。
哦，选灵异就会看到鬼了，各位你们就爱看鬼嘛，对不对？好来，有个玻璃破掉了，所有人都惊一跳，来看嘛 ，God damn it， 是谁？哦，是他用手臂将前台的装饰品扫落一地，他仍然觉得不解气，第一进一拳向前台的桌板打穿，好厉害，第一神拳，我们就这样被困在这里吗？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真的。而且我觉得他的故事是很紧凑的，还不错。最好别让老子知道是谁搞鬼，不然老子一定要给他喝垮。说完了，继续敲砸物品，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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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好了，住手了住手了，暴力是不能解决什么事情的，好不好？你这样只会让人家更害怕、更焦躁。其实他应该也是很害怕，所以一直用这种情绪去掩盖他害怕的情绪，对不对？好，愤愤不平的坐在一旁的沙发，低下了头，重重喘息着。OK， 思考着什么？这事情就最不简单呢。本来是男人自己不要被耳尖的陈彦听到。OK， 迅速走到他面前，怀疑看着他。我到底觉得这个人才不简单呢？哎，说的也是哦，吼，这么冷静就不说了。那丫头是个医生，能判断人身上，你为什么可以呢？OK，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他是什么角色。修杰呢，过度冷静反而看起来更可疑。其实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修杰身上了，毫不畏惧的咄咄看着咄咄逼人的陈彦。我是警察哦，难怪他还懂这些相关的一些部分。我是警察啦，有警察就有正义的感觉，好不好？有警察就有死人的成分在了哈。好了，最近发生很多几十栋案件，证据就是指这间鬼屋。本来是想要来暗访一番的，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说完，修杰便把自己的下巴思考起来。哪里？没想到陈彦猛拍一下桌子，你是说他们明明跟失踪案跟这间鬼屋有关，还放任他们继续经营？天哪，我实在不敢相信你们警察竟然这般的作为！我一定要告诉你们，连带这家鬼屋我一定要上诉到底。他每次都只会告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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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。你冷静一点，就算是离开这里呀、啊！久违说了，张宏志突然上前拉开了陈彦，费劲的把他拖到一边，离开你要我怎么离开？大门不翼而飞，连要离开都不能离开了。好啦，吵死了，我要继续摔了。OK， 从沙发站起来，要么说，要么干脆砸到这里算了。大门不见就算了，我就不信这墙还砸不开了。俊伟的这话呢，大部分人都附议，大家纷纷开始在冲找寻钝器，是否要一起找寻钝器呢？一，帮忙一同找寻；二，觉得有什么不对劲，各位选起来，觉得有什么不对劲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来 ，Let's go， 觉得不对劲，一时间又说不上，烦恼的站在原地。蛮像密室，剧情比较强，对对对。可惜你也发现了，各位你们有发现吗？正当思考的时候，沈林拉焦了拉着我手臂，神色怪异看着我。你发现了什么？难道没有发现啊？少了一个人。各位回想一下，你们觉得少了谁？迅速扫了一眼大堂中忙碌的众人。好，来存档。好，那我们要选美玲哦，哈，二哦，对不对？来，再给你们选一次。一 ，Kiki，Kiki 刚刚有出现啊。二美玲真的没看到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在现场。三马琛，马琛刚蹲下去害怕，所以一二三来选一下。好，大部分都选二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选美玲，来看看美玲不见了。美玲难道没有跟我们一起出来吗？哎，突然想到平时嘴碎的她居然一句话都没有讲。哪里狗嘞？修警官，我们少了一个人。什么？是美玲，刚刚长头发连衣裙漂亮的女孩没有跟我们一起出来，是不是一直要回去找人？不行。不行，而今天陈彦迅速走到面前。现在这种情况，谁要愿意有尸体的房间呢？而且我们不认识那丫头，我不去。陈彦高声的一喝，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。警官，我的女朋友一定是因为刚才她还可能摔倒受伤了，我们一定要继续找她。你，我知道你冷静一下，我们一定会去找她的。不料修姐给予朱想的定心丸，却引起了在场很多人的严重不满。不可以，我绝对不会再回到那里去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是啊，那丫头手关我们什么事？要找你继续找，我就不会去的。老太婆，你这么说话不过分一点了？如果那天换你在那边的时候，我们这样讲，你会作何感想呢？是不是 ？OK， 大家听我说，现在什么情况我们都分不清楚，我们暂时找不到离开方法。如果在这里分头行动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我认为大家应该一起行动，保障我们所有人的安全。哼，我是绝对不会跟你一起去的。此刻，大堂中呢再次吵成一片，神色异样的看着我。你怎么想？他问我们了。各位来一，你们要赞成修杰，还是不赞成回去呢？一或二，去就是救你的闺蜜。也是救你抢走你男朋友的人。二的是 Let's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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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赞成修姐 Let's go， 我赞成。现在最重要的保障我们的安全，只有一起行动才不会发生意外状况。思考了一番呢，慢慢的走到人群中央。现在所有的人 ，Everybody listen to me。我并不确定美玲呢现在的情况如何，也不清楚目前要如何离开这地方，所以我们需要所有人一起行动。那间屋子离这里并不远，我更加不希望分头行动之后还会有其他意外的方法发生。再者，如果美玲发生任何情意外的话，在场所有人都有嫌疑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所以一起行动吧。
不然我会将其他人作为嫌疑犯。哇，这么恐怖，这么恐怖。修姐的话语呢不容置疑，有些人呢心生不满，但还是不再多言。毕竟修姐是这里唯一的警官，唯一可以发号施令的人，比较有那个等级的哦。于是我们一群人决定再回到刚刚的地方寻找美玲。Let's go， 我们要回去那间屋子，有尸体的屋子，到底会怎么样呢？又来到了这个阴暗的隧道。这次呢，各位观众订阅了没？订阅了没？订阅了没？而这一次的心境呢，却和第一次踏入劫人相反。走到这里差不多可以了吧？今晚上就醒了。陈燕繁杂的跺了脚，跟在人群最后。我说，难道再回到那个神房间吗？现在所有人安静的跟着修姐，没有人愿意表达过程。谢谢伟超，感谢您的订阅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OK。你就真的不能少说两句吗？啊，红子有些气急败坏的看着陈燕，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大家多少心里会有些害怕跟烦躁。既然警察从自己站出来，你就不能安静的跟所有人一起行动吗？哎呦，这样刚才男主喊哦 ，OK， 毕竟他没有再发表多的意见，也没有再去理睬。走了，我们走了，所有人都跟紧大部队，避免掉队哦。隧道很暗，注意脚下，不要被抓走。可心 ，OK， 沈凌笑笑伸出手，抓住我的手臂，你走慢一点啊，我会怕。门外期待到鬼屋，再发现自己直到大门不翼而飞，非常恐怖的鬼屋，安安哦。这一连串事情正在消磨每个人的意志，就连一如像女汉子的神灵也是满头大汗。OK， 可惜你有没有发现这里越来越冷了？哎呦，各位，所谓说这个越阴凉的地方越冷，唔汤哦，在这里靠靠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加油，我们还有这么多人，不要怕，不要怕哦。我尽可能是在安慰神灵哦，而他却只是更加靠近了我，以至于我不小心绊了一下他的脚。哎，怎么了？哪里过来？来就不来斯卡。就在我不小心摔倒的时候，三道猪想及时上前扶了我。哎呦，各位，你的前男友扶了你，你到底要不要跟他说没事，谢谢？轻轻的说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不需要你扶。一或二来，好来，没事，谢谢，没事，谢谢。好 ，OK， 礼貌点点头。他是不是现在又回到喜欢我们的感觉了？等等 ，OK， 用手挡住三道的人，前面好像挡了那个人啊，一定是那个了，美玲了。好的，走，我们一起去了。我们现在跟修姐一起过去了。虽然终于变昏暗，只闪着零星的光亮，但确实能看到前方躺着一个人。我与修姐对视一眼，迅速小跑过去，上前勘察。My God， 吐血了，美玲！震惊 ，shock， 美玲已经看清楚地上之人的容貌，四肢微微的，有些诡异的躺在隧道边缘，洁白的脸上长染着零星的血边，右手微微震动他的颈动脉，怎么了？唉，无法度啊。哎，各位，会不会是前台那个是凶手？也有可能哦。OK， 神灵的表情都说不安。抱歉，抱歉。找到那个女孩了吗？找到了。到底怎么了？说话嘛！哇，好快哦，11个人进来，马上一个人死掉。OK， 大家听我说 ，Everybody calm down。等出去之后，警察会查明所有事情。查明，所以你们过去到底看了什么？台地上是不是那个女孩？她是不是也死了？陈燕的反应呢？有些泄题。她猜测更是让在场的算闭住了呼吸。你怎么不说话？难道被老太婆说中了？没有说话。美玲，如此的反应更让身后不安的朱想瞬间情绪崩溃。她有些踉跄的走上前去，想到前方去确认，挡住了她的去路。先生，冷静一点。天哪！反应呢，已经确实的告诉大家 ，OK， 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我真的不敢相信，当着这么多人，居然又一个人死在这里，这里还有一个警察在，我真的无法再去忍了，我一定要马上离开这里。糟糕，跑走了，陈燕跑走了。哎，陈燕已经一路的小跑回去，在众人紧紧跟随其后的时候，陈燕却猛地的停下了脚步，该不会是她的老公怎么了？天哪，这个要命的鬼地方！花泪盆，崩溃的大叫声久久回荡在隧道里。这一次，连接到回大堂的门也消失。哎呦，刚刚观众有讲到，也消失了，太夸张了。好快就第二章了，存档啊，不用存档，第二章。哪里？天哪，糟糕了，又打墙了，惨了，感觉要被困兽之斗了。现在怎么办？应该怎么办？有些情绪失控，怎么办？突然见了修姐，立刻跑上去紧紧抓住修姐的手臂。你是警察，你一定要想想办法。哦，你讲的，厉害厉害。
轻轻按住崩溃边缘的马车，你冷静一点，一定有办法出去的。你这么紧张，怎么出去得了呢？是不是怨你作祟呢？马车一句话让所有人陷入沉默。发生所有如此诡异的事情，也许让大家多多少少会往那个地方想。总共四张哦，哎，那会不会很快就破关了？但没有人愿意说出口。秀姐看了看我，示意我表示说我说些什么。一，各位你想要跟大家说什么？发生这种情形，一安慰大家。二，我不要讲话。让大家吓死，各位，那我们就一安慰大家。身为一个医生，对不对？就是要普济民心嘛，对不对？来安慰大家，大家安静。修杰是警察，我是 Doctor。如果有人来，一个人可以制服，一个可以救你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用担心了，不用担心了。确实是无神论，此刻一切发生都让我开始觉得怀疑自己的鉴定。段小姐说没错，现在最重要就是千万不要自乱阵脚，越乱越容易死翘翘。哎，静也坏坏，不行啊！两扇大门确实消失在我们面前。陈燕急躁在隧道中走来走去。你错了，大门从来没有消失在我们眼前。哎呦，有可能哎、我们都没有反向思考。我们两次发现门不见，都不是当着我们面前消失的。这里竟然是个鬼屋，看来又是个翻新的。那我绝对理由相信，这所鬼屋的主人很有可能安排了不少的机关。你说这一切可能是人为？说着，朱翔的目光又飘向了远处的美玲。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暂时还不知道，所以我们要暂时先冷静下来。虽然这扇门呢不知名的情况下消失了，但这里一定还有其他出入。那个警察同志现在是什么意见呢？久未发言的张同志站在陈燕面前，让礼貌性的向修姐问问：我们既然回不去大堂，我们建议往前走。随后看了前方，我记得前面有一间屋子，我们先将美玲小姐尸体搬进去，等出去之后，警方再次调查这里。另外，秀姐向我上次看来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段小姐先帮我们初步判定一下美玲的死因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哇，马上要当法医了。那烦请一个男生帮我一下，女士们跟在我的身后。哇，好棒，我来。身高的俊伟一直保持着男人相当冷静，此刻他也是第一个提升而出说要帮忙的人，上前拉来布俊伟，不要啦，那么恶心，这么多人不要啦。这有什么关系？总有人帮一把吧。你往后去，我跟着莫姐他们。伟俊轻轻的推了这个俊伟，轻轻推了 Kiki 一把，岂料 Kiki 却突然猛地的推伤了一下俊伟的肩膀。我说的话你是不是听不懂？一天我发火你才听得懂吗？我让你别去，你就不能去。俊伟不是没想到 Kiki 会突然发这么大脾气，一瞬间有些尴尬的愣在原地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不要吵了，肯定帮我心里很感激。其实应该他自己帮忙嘛，对不对哈？那美玲毕竟是我的女朋友，我还是自己来比较妥当。邱警官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朱翔的一番话合情合理，让这些有些尴尬的场面恢复了平静。好吧，那我们先一起过去吧，其他人紧跟在后面就可以了，尽量让男士走到最后一个。说完，秀姐便和朱翔一同去搬起了美玲，而其他人则跟在他们后面。OK， 吃吃，什么时间了还在那边吃吃？男人啊，有时候就好好听听女朋友的话嘛，这别人家的女人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？吃一不讨好了，惹了生生晦气。说完，陈燕便高气昂弟弟向前走去，死老太婆，死老伯。今天没战场可以打哦，是哦，青铜战场被打掉了、哦，哇，各位那不能打了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没乌托邦了。OK， 便被张宏志轻轻拉住了。张宏志呢，连忙向俊伟道歉，接着拍拍他肩膀，摇了摇头，随后追上了陈燕，切切。这时呢，走在最后方的修姐跟朱翔停下脚步，向身后的李梦姐看了一眼，麻烦能帮我开一下门吗？秀姐跟朱翔手中扛着美玲的身体，只是转向了向身后的李梦姐求助。我，各位，那没办法打了，我们乌托邦今天就没开了，好不好？只好之后再来，好不好？之后再开打了，可能要调一下，不是假日的时候啦，不然现在那个古战场没办法打，我们没办法。仅仅开一下门门，李梦姐却手足站在这方，也是因为房间里面还有另一具尸体，胆小李梦姐姐连触碰把手都做不到。高雄是有大陆阁，我知道，台南也有啊。轻轻的推开李梦姐，还是我来吧。马珍突然冷静了起来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她有一点像我爱罗？有没有？我爱罗，好像哦。对啊，所以我们主要是要能够有部落，不然打了好像白打了，对不对？哦。OK， 偷偷看了马珍一眼，随后退了一旁。咔啦，开了！为首几个人再次愣在原地，不同的房间呢？本来是一个小小的屋子，有尸体的，结果现在看起来变像是一间那个客房或是旅店，对不对？还
还有百年之前的影子，怎么看都不像现在的装潢啊！说明说，再加上这间鬼屋的前身是百年旅店，更增添了几分诡异的感觉。神色突然变换，随后朱翔便放下美丽修姐不紧不慢的向前走去。这条走廊并不长，左右墙侧看起来依旧有八间客房，而且在走廊的尽头呢，墙上挂了一幅壁画，壁画的两侧各放有一个复古的壁灯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其他可以通往其他道路的地方了。随后，修姐便走完了人群。第一个房间是半开着，我们先把美丽放在那里吧。各位有没有刚好八个人？会不会只剩下八个人呢？不晓得。OK， 虽然一波未平，一波而起，但随着这间鬼屋空间不停的转换，在场的所有人都逐渐趋于安稳，不再有情绪崩溃。可见呢，虽然说心中大骇，但休息之前的一番言论也稍微足以安慰众人的心态。玩玩这个玩什么？跟我妈玩什么？等一下我们再想，我们先把这边玩完，好不好？所有人呢跟着休息进入了第一个房间，来了，先把美丽安置好。其实长得一模一样啊，对不对？一句话引起在场人注意。的确，这个房间上不论白色物件，几乎都和第一间房间一模一样，只是尸体也不见了，尸体也不见了。来吧，各位，你们要不要走去看看？一，走向桌子观察；二，走向柜子观察；三，走向床观察。一二三，三，看一下，仔细检查了床上和床沿。这间屋子的床上用品和白色都是同一间屋子，并没有少不同。也许按照百年的旅馆的模板进行装潢的，这间屋子应该是同一的成色，并不是第一间屋子。OK。修姐拿了一叠报纸回到房间的中央，这里不是地，又要爬山哦啊！你们要爬山哦。虽然是成色极尽相似，但还是有细微不同之处啊。不然爬山啊，好不好？一起爬山，50人，要不要 ？OK， 这份报纸被压在柜子下的一块板下，随后他冷眼的扫视了一下报纸上的内容，点击报纸获得讯息。来吧，我们来看一下 news。1919年，各位要记一下，1919年4月17日。OK， 大量旅者神秘失踪，旅店老板成为最大嫌疑人。第二份报纸，1919年5月1日，凶杀害人的新闻，嫌疑人依然下落不明。第三份，1919年5月7日，谢谢莉莉 Plush， 感谢磁场跟水。旅店呢发现隐藏地下室大量尸体堆积如山，让人触目惊心啊！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。或许这份报纸带给沈凌的触动过大，又或许是一连串事情足以让他心态崩溃。你发现沈凌紧紧握住报纸，甚至将它揉成一个楼团状。沈凌，还好吧？还好吧？各位好累啊！随后将报纸从他手中拿开，还给了修姐。实在是不敢相信。OK， 都是这样子的关系吗？哈？这间旅馆前身杀人犯啊，我天知道他在这里害死多少人了。听见这间的话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如果说之前休息站着说服大家，那么现在出现的这间报纸则让大家再度恐慌起来。陈燕能不能不要捣乱哦？每当众人的情绪稍稍得安慰，陈燕总是跳出来火上浇油。陈荣次再也看不下去，再次出来指责他。修姐却对陈燕的发言蛮不在意的，是鬼在作祟，还是人为造成？我想段师姐，你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。我，在场的人众人能将目光集在我的身上，希望你可以做个初步检查，想知道美玲的死亡原因是什么。便走到美玲的身边开始做检查。5分钟，各位来看一下尸体解剖。看来我想法没有错，请段小姐说明一下美玲的死因。美玲死因是因为头部重创致死，伤口在后脑，有人抓住她的头，用力撞击物体，导致当场死亡。哪里？美玲跟所谓的灵异之事就毫无关系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，只有人会抓着美玲的头部进行撞击，如此杀她。这和百年旅店有些类似点，你可能撞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你也可以说是犯险的时候是故意营造这种诡异的装修跟气氛。发现报纸，你可以说是冤魂作祟，也可以说是人为放在那里的鬼屋的道具。就算是大门消失，你可以说所谓的灵异事件所造成的，但美玲的死一定就是人为啦。修姐简短的概括了我们进入鬼屋所发生一切灵异诡异的事情，加上之前的失踪案，我们不知道这鬼屋背后的人到底想要做些什么。但我知道我以前的这件案子是凶杀案，并且修姐顿顿观察在场所有人，我觉得凶手就在我们的身边，对不对？甚至就在我们这些人之中，有可能啊，有可能哦，对不对？修姐的话瞬间造成现场的一片哄闹。警察先生，公为爱护者啊，就是你是警察，妈妈呢，我不讲哦。杀死这个女娲的凶手在我们之中，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。陈燕率先站了出来，向着修姐一通指责。而一向胆小林梦姐在经受这么多的精神压力之后，终于无法压制内心的崩溃。不，真的是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说罢，她转身紧紧地抓住自己的男友马琛的手臂。我就说了不要来，不要来，你还一直来。修姐嘛，有可能吗？不晓得哦。如果当你还听得，你能听我一句话的话，我们现在也不会无端的被卷入这奇怪的事情当中。或许呢，因为自己陷入恐惧中，马琛没有半句的回答。
一言不发的轻轻拉着梦姐的手，其实都有可能，到现在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迹象这样子。哦，别哭了别哭了，其实说不定是他呢，对不对？哦，不料一向文质彬彬马生突然发怒，重重一拳打在俊伟身上。哎呦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他可能想要说可以把一个女生这样子抓紧弄头的应该就是他了，对不对？我的女朋友你为什么要来管？哦，不是不是，他是因为女朋友的关系。哎呦，两个人互打了互打了，直接将马撑倒倒在地。可是看在朋友份上安慰一下你女朋友，结果是这样哈。你他妈自己没有用女朋友就害怕成这样了，劝我一句，你说你什么资格对老子指指点点？哎呦，我互打了又是一拳了。Enough 买个叉买个叉，你躲开，我今天就好好教训这个不知深浅的臭小子。令谁没有想到是 Kiki 突然发怒，向俊伟啪啪啪，我说话你是不会听是不是？我说话你听不懂是不是？啊，谢卢小小，谢卢小小，我让你听懂，你听不懂是不是？啊，乌托邦不打了，因为乌托邦那个战场被人家打完了哦，所以我们没办法打了，所以之后再跑时间吧。Kiki 一通叫骂之后，俊伟只是暂时冷静下来。随后，他奋力的向墙面打了一拳。OK， 慢慢走向李梦洁身边，看他许久，轻轻的环住他的肩膀，说不定他哦，说不定是他哦。别哭了，梦洁，没事的。不想，一旁的李梦洁并非但没有在 Kiki 的安慰之道下予以冷静，反而更放肆的哭泣了起来。我真的是，果不其然，这个时候陈又来了，陈又开始了。OK， 你们有没有错？死了两个人，还被困在这里出不去。现在这种时候，你们居然时间打情骂俏。陈燕的话呢，这都惹起俊伟的不满。俊伟一通脾气，正愁没有地方撤。他正欲上来教训，陈燕的时候，却立马呢，那个什么，却立马被张宏志给拦了下来。陈燕，你是不是一刻不说话就觉得嘴巴没味啊？啊，你就不能安分一会吗？事情都变成这样了，能不能安全的交给其他同志处理啊 ？OK。说罢，陈燕也只能努了努嘴，安静了下来。各位啊，那个你如果觉得不好看，就不要来看，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讲故事的心态嘛，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喜欢看那种类型的游戏啊。我们就一个时段是这个啦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就不要，如果觉得不好看，你就不要看这个哦，没有强迫你看。来继续，戴轩，好了，交警方处理。其余的事情呢，看看到底有没有帮上忙。俊伟的语气并不友好，而小姐明白他如此叫的原因，并不愿意跟我们产生口角。取消因为没有战场，各位在，我要跳帧了。今天乌托邦取消是因为没有战场，取消是因为没有战场，取消是因为没有战场，因为没有战场可以打了，打了也没有部落可以用，所以就白打了。取消是因为没有战场，没有战场，没有战场，没有战场。没有战场，没有战场，没有战场就没有部落了。打了就是白打了，就是白打了，就是白打了，白白浪费那些材料了。没有战场了，没有战场了，所以就没有乌托邦了，就没有乌托邦了，没有战场了，没有战场了。OK OK 哦 OK， 各位不是不愿意打，不是不愿意打，蛮喜欢的哦。其实有一些真的是慢慢加入这些观众，虽然说这种还是很少人看呐、啊，哦，还是很少人看，那没办法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播嘛哈。每天5分也是累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一向看谁都不顺眼的陈燕，暂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与大家交流的机会。那你呢？你不过就是使用暴力，开始内讧了啦，开始内讧了，放你的狗臭屁！那深入侧引起走廊的回音。你说老子没脑子，这美玲被杀，凶手一定就在我们之前当中。不想了，绕了一圈再次绕回来这个话题，就说你没脑子，你凭什么说我们是中人杀死这个女娲？你有证据吗？陈燕再次不服气的对他高声喊叫，哦，高声喊叫。OK， 美玲的死因呢，明明是人为造成，也只有你这种死老太婆才会说往死灵的身上扯。就算呢是人为的又怎么样？在之前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女娲。陈燕斜着眼怒瞪了俊伟一眼，满是嘲笑。你不认识她，并不代表没有人认识她。喜欢一出，却明显将矛头对准了我、沈灵以及组长身上。哼哼，还能想要煽动这种事吗？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哦，冷静，冷静哦，各位冷静啊，冷静啊。OK， 那我还能为了你杀了她呢？两个人开始在那边互聊了，互聊了，不想讲了，能战了，死老太婆懂个屁。OK， 乌托没办法玩了，因为今天没有战场可以打了。我要再重复讲一次，乌托没办法玩，因为没有战场打，打了也没有部落。乌托没办法玩，打了也没有部落。乌托没有办法，没有战场可以打了，打没有部落，所有群岛都被打光光了，所以今天没办法打乌托邦了。乌托邦了没办法打了哦，没办法打了。OK 哈 ，OK 哈，好来，从今天开始我就发现你们这四个人关系简直一团乱。
说吧，俊伟便瞪大双眼，叫我们三个一一指过。OK， 那个美人就是抢你男朋友那个是吧？我看你就是花言巧语，哎，也是有可能哦，也是有可能哦。不，没有啦。其实大家不知道，我重复讲跳针我都不会生气哦。有些人就是没有听到，所以我再重复讲 OK 的，所以大家也不要再生气哦，也不要生气哦。好来，管愤怒的俊伟经过一番的推理，将矛头指向了我。来吧，不要跟他多计较，我们存个档好了，好吧？嗯，不跟他计较。清者自清，我明白俊伟此刻为何会如此大反应，说不想跟他呢有毫不冷静产生不必要的口角。不料一旁的沈凌却听不下去了，你说耍呗，可心根本就不可能跟这种渣男渣女计较这么多，那不是我带公妹来带伊来散心鬼屋看，伊今仔嘛未遮衰拄着你，哪还拄着遮济代志？况且那时候屋子跑出来的时候，我一直紧张着恳请说，一紧张一把完全可以证明死因的事毫无关联。谢谢江山啊，地平线玩地平线四把波浪符，柯南。好了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向他微微一笑，心里面十分感谢这个重情义、时时刻刻保护我的好闺蜜。好了，都不要说，会不会其实凶手是朱翔，也是有可能哦。关于美人时，我真的非常的不论大家出于什么心态去指责谁，我都可以理解大家现在遇到这样奇怪的事情，我突然失去我的女朋友，相信我，我心里不会变乱说。但是我可以相信，可心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说完，朱翔便懊恼的揉自己的头发。现在我们不困在这里，前台不知所踪，最重要的是我们齐心协力找到离开这里的方法，不是吗？说完呢，朱翔默默坐在地上，眼中微微的。什么流着泪水啊之类的。这时，久未说话的修姐终于来到人群之间。从朱先生说的没错，现在目前状态是希望大家可以冷静。首先任务就是离开这里，其他一切事情都留给警方处理。说完，修姐意味不明看了你一眼。段小姐，你说呢？这是晨光对新的故事了。修姐眼神让你心中有些不舒服。来，一赞同修姐，二沉默的看着他。一啦哈，大部分都赞同修姐。Let's go， 赞同修姐。没错。这件事情警方自有所定论，清者之清。OK， 累了。好了，希望大家冷静一下，一同想一下，不要去盲目的怀疑任何人，就变到一旁思考了起来。而这时，焦躁的俊伟却往外走去。哎，他会不会等下就是下一个死掉的？你干啥去？这人太多，我要出去走走。片刻冷静之后，俊伟的语气相较刚刚软了些许，顺便去看看有什么通道。你好，在这边再修理一下。糟糕了，俊伟难了。如果俊伟出去没死，哎，俊伟凶手的嫌疑就更大了。而屋内的人却没有人说话，整间屋子安静一潭死水。噔噔噔噔，各位观众，今天的死亡旅店就来到这边做一个结束啦。非常感谢，现在还有100多个人在看这个故事，哇，惊讶。OK， 那我们就之后下个礼拜六的10点一样会再继续死亡旅店，看看到底谁才是这里面的密室杀人凶手。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片，也记得帮我按个赞、订阅，随时按下小铃铛。最重要的状态，我们下次死亡旅店再见，拜。